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9:30了，开始我的第一顿大快活。早上撑不住了，来喝一杯咖啡。Mola， 我现在在佛山的岭南天地里面，会有很多这种比较中式风格的建筑。我每年回佛山都会来这里，我觉得查理应该会很喜欢。这个还蛮极简的感觉。我觉得国内的咖啡好好喝呀、我们现在吃顺德双皮奶了，这一家。还没到1点钟，一个小时内我又在吃，这第三家了吧？这个连锁店叫做蔡澜港式点心，这是我点的红米肠，外面是红肠，然后里面是炸的油条吗？就是里面是虾。就是那个肠粉的那个风凿，啊，这看着就很正宗，就那种油油的。它下面那个是腐皮，都是好吃的。那个也挺好吃的，哦，辣辣的，是吧？辣的，也是很辣的，就是广式的辣。前几天去哪里吃饭来着？看那个标记的就是广东辣，一点辣味都没有。我没吃过这种，就是外面牛肉里面是芝士的。哇，这个芝士没有很多。我本来以为是肉会流出来的那种。那你刚刚抽血疼吗？很疼，大家，我告诉你，你来广东就千万不要去。然后那个很，查理今天还没有吃饭，是不是因为体检？你找到什么好吃的，我就再陪你们吃第四次。是上海街撒满沙拉，包括他们这些我不喜欢。那我们吃这个好不好？我不想要吃。有饭，这有陈皮绿豆沙，这是这里最有名的了。来，我上买，我上买。芒果特别圆，芒果不要吃就吃原味的。对，原味。那原味的原味上进奶油味的啊。哇，好大的一个抽血管子，可怜。我带的一个小玩偶，它是小兔，它后面穿着一个漂亮的裙子，白色纸巾。哎呀，兔子真的是。全中国双皮奶最好吃的，如果你们来中国一定要吃哟。这不好吃，这个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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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健康的你都不爱。no no， 好难吃，有一个陈皮味。我也觉得这个不好吃，还不喜欢吃绿豆汁。不喜欢也得吃。哇，光番茄这个炸的，看起来好好吃。你先把绿豆，那个就是清这些东西的，你吃。那我能吃吗？这个是这个吗？可以的，你把那个人民绿豆沙先吃了。来吃饭饭了。你想要新头发？老板，他的。拌得很真实，毫无美感。那也没，越多越香。来给你们看，我今天头发上剪的小绒毛，他把我这个头发拎起来，然后这个缺角的地方拉了2缕，然后剪了一些假的那种胎毛，搭那种整个头发 all back 的就很好看。当时剪的时候我就震惊了，哇，还有这种操作，然后我就认真学了一下，准备回家自己剪。今天我们俩都 get 了新的头发，好年轻哦，好漂亮哦。Hello， 我现在又出来吃饭了，提早到了，来打卡一下，隔壁有一个长得还挺好看的书店。这本书好意思啊，《哈利波特与历史》。很难想象这是讲真的世界版图的。interesting。朋友们，我出来吃泰餐了，我好久没有吃就是辣辣的朝鲜的了。辣吗？这个算辣，算不辣？它算广东辣。好肥啊！哇，你们看我点的这个生蚝好大啊！我曾经以为我在南法吃到是最大的，原来最大的在佛山。好辣。
广东人能吃辣一点。我要开始吃我的人生之生蚝了，就它大到里面会有那种绿色的青筋，然后我刚不敢吃，我让我表妹先吃，观察一下还活着，我准备来一个。是新鲜的，我不会拉肚子吗？会啊，那怎么办？还是放着吧。啊？结束了吗？对。它能，就是来岭南天地的一天。看，广东已经在穿短袖了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哇，这里气氛好好。呀，真舒服、哦，就是穿着短袖逛夜市的感觉。是这一家，咱们今天文中海，我来听大家的话来吃桑拿鸡了。然后我一开始记不住这名字，我说烂鸡排。华明诺，萨瓦迪卡，多来。这不想全放进去。嗯，因为像我们那儿的汽锅鱼，好像也是在底下放东西，然后呢上面就有一个那个蒸板，它就是用上面那个蒸汽来把那个海鲜蒸熟，吃到最后它的那个粥就熟了。深色那个是牛肉，浅色那个是猪肉。哎呀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现在桑拿的是海鲜，神奇啊！那我看到现在我喜欢的是云飞，我是喜欢，我喜欢的是那个马蹄，超搞笑！我跟我妈说，我不对云飞，我喜欢吃香菜，我妈说你是不是云飞？云飞就是香菜，笋丝煎带子是我超爱吃的广东菜。这就是桑拿里的。下面它滴的那些汗和这个米粥混在了一起，我们点的是小米粥。桑拿鸡 get 超好吃。这是我们这个餐厅二楼的小阳台，淋淋摇雨啊，海马海牙。早上好。最近我把佛山好喝的咖啡全部都点遍了哟。今天我们家有一个 barbecue， 第一次在中国国内 barbecue， 然后是跟全家40来号人一起。大户人家。啊，我们是大户人家吗？设计了很多游戏，就是抽红包啊什么的，就哦，给你们感受一下广东的年味。不是这么。再说他这里很漂亮，有灯的。我现在打架中。不对，一个人给你视频加一个表情包，然后把你的脸 cover 成大便。你又不会剪视频。用来掰手腕吧。这有个位置啊。哎，我没准备好，掰手腕吧，三二一。你看这个。我是认真的用了全力。我们现在在广东的花卉世界，它是那种卖年货、卖花呀什么的。根本不想要看。是吧，在这里真的只有广东的才有，我觉得你应该看一看。差点被这个堵车堵烦了，一点也不想看。为啥不敢说啊？你不觉得花很多吗？呵，这不是 number one 吗？他不看一看。哎，不看就无所谓了。彩铃，彩铃，这是桃花。彩铃不看也就无所谓了。好漂亮的桃花，就是买这个桃花。广东人最买，我不买，我啥都不买，爸爸到时候会买的呀。怎么可能我买，我怎么图呢？这个橘子呢？黄金果。看你，你选一束，帮我选一束漂亮的腊梅，好不好？咦，你是喜欢红的？拿一束这个。好的。这个走叫做行花街。这里的天气不够冷，所以吃烤红薯没有那么的有感觉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吃一个。For Regina， 我本来不是一个很喜欢吃烤红薯的人，但是每一次跟 Regina 出来旅游，他是必定买烤红薯，不管在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看到烤红薯，我就想起他，表达我对他的思念。来一个烤红薯，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。苹果，那就是。嗯，这个烤的红薯，妈妈要不要？好香啊！一会儿是家庭聚会，40个人的大家庭聚会，他们一定吃辣。
今天我们是都看了有航拍机啊，这有点奥兰多那个意思。都没把晚上的花是刚刚家庭聚餐完，现在在放烟花。有 peace and love。年味很足的一天 ，Good night。